家，我是林轩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久违没有拍的户外穿搭，但这一支的穿搭呢会以口罩穿搭为主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，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一周五套的日常穿搭，而且我会去五个日常我会去的台北景点。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再加上夏天又很常下雨，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比较休闲运动轻便出门的凉鞋，所以这五套穿搭呢都会以凉鞋为主。那这些凉鞋品牌呢都可以在 ABC Mall 选购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第一套穿搭吧。文青风，里面搭一件超级大件 XL 的 T 恤，再搭一件这种洞洞洋装，然后配上运动感的 Vans 凉鞋，整体来说不会觉得很怪，又有一种甜美的感觉，还有一种假文青，所以我先是走一个周一假文青风。休闲的绿色，哇哇塞，那个声音，是午后雷阵雨的感觉啊！等一下要注意一下吼。那我们现在这一套呢，是走一个绿色简单、比较舒服的，再搭配一个高腰、非常高腰的花花裤，还有黑色的凉鞋。那这个凉鞋呢，有稍微垫高一点，让这件落地裤呢不会整个拖到地板，而且会让你的腿看起来比较长一点。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些人呢会觉得像这种运动凉鞋啊，会有点稍微难搭。可是其实如果你搭配比较落地，然后一种女性知性风的感觉，还是可以把这个运动的感觉给修饰一下，不用局限于运动休闲凉鞋就不可以这样搭。
前午后的时光，生活呢就是需要一点维他命 D。 那我这一天的穿搭呢，就是走一个比较休闲日常，甚至是穿拖鞋。但我拖鞋呢有特别搭配一个跟上面衣服相呼应的颜色的袜子， OK 吗？整体起来搭配袜子也不会觉得好像很随便很随性，它就是一个比较休闲，然后在这种散步啊，然后公园这种完全都合适的穿搭。里面是一件背心，今天的穿搭比较不一样，有点小女人的感觉，白色的鞋子，米色的上衣，然后配一个有点白色的口罩，就还有点小格纹，小小设计感的，就不会觉得单调又觉得很无聊。因为太多白色的口罩有时候会觉得太无聊了，但如果那种浅色搭配整个全身浅色的刚刚好，就是我这一套穿搭的构思。疫情期间晒到太阳，觉得哇真的太开心了，因为已经被关在家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，出来在公园散散步，然后骑脚踏车，太赞了。但还是就是大家偶尔还是需要出来晒一点太阳，不一定要都闷在家里，可是也是要维持一点社交距离，好吗？大家。Get some truth. Yes, I could do it all different, but... 想接近礼拜五，当然还是要在一些文青然后可以放松的地方小休息一下。那我今天呢这个穿搭呢走一个比较时尚感，选了一个银色的长裙，再搭配整身的黄色，在晚上的时候走起来有一种非常亮眼的感觉。那我的鞋子呢一样是搭配黄色的黄色袜子，再配上米色的凉鞋，刚好跟上半身也做搭配。再来，我跟大家讲，我少说一个重点，就是口罩。今天呢，一样是口罩穿搭，我整个把全身搭配到颜色一样，哎，也是一个黄色的口罩。口罩厂商应该才要找我业配吧？我觉得我把口罩搭配得非常时尚，应该有吧，大家。不管了，我们等一下先去逛街吧。看夕阳时光，周五就是有点 chill 的感觉，所以我今天的穿搭呢就是走一个比较有一种小辣妹的感觉，然后搭配袜子用浅色，上面也是用浅色，能够凸显凉鞋的黑色，这样子呢也有一种随性自然的感觉。而且如果你觉得热的话，还可以把外面这件罩衫脱掉，走这个呢就是有一种率性，让你不要觉得好像在外面会有点
太过裸露，所以也能够把你的那种女性的帅气感拿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过完一整周的时间了，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在这一周过得好像蛮充实的呢？那这一次的口罩穿搭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套，或是哪一天的行程呢？都可以跟我说。好久没有迎接周末的时候，在这种户外的时间，还有办法听音乐，然后看夕阳，感受这个湖边的感觉。凉鞋穿搭呢，应该有打破大家对凉鞋的古板印象吧，就觉得搭配会觉得很奇怪，尤其是有点运动凉鞋的感觉。这三双凉鞋呢，它是三个不同品牌的，而且我是选一个比较好搭配的颜色，就是黑白色系，你也比较不用担心说搭配起来很奇怪。好啦，大家如果喜欢这三双凉鞋的话，可以去 ABC Mart 选购，而且现在呢还可以直接从网络上线上购物直接购买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口罩凉鞋穿搭。周一到周五的穿搭，我应该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这一次的穿搭吧，我自己个人是都蛮喜欢的啦。那今天是周五，就继续秋下去咯，拜拜。下一支影片见咯。